无形文化资产大娘伞保存者，多年来在神明联谊会上以娘伞为众神明开路，有感娘伞这项传统民俗技艺已逐渐式微，现也致力推广传承工作，奉献所学，希望将技艺延续下去。李伯达娘伞团创立于民国103年，台湾高雄在地无形文化资产。所谓汉娘伞，致力于娘伞表演艺术有亮眼的成绩展现。汉娘伞技艺原为庙会迎神仪式中主客迎宾赴会或故宫安坐前的表演，当时一些娘伞逐渐与民俗脱颖而出，以独立发独立表演形式与特殊艺术。李伯达先生结合武术及娘伞技巧，展现传统礼节精神，发展出高雄在地传统文化，并接受高雄市政府市议会以及文化局的邀请，进入议会演出，堪称带动高雄市娘伞团的团体，提高传统艺术水平的典范。甚而在文化局历史博物馆的鼓励之下，传承及培育中华文化汉娘伞。
知道。